来到欧洲已经二十几天，我们这趟西葡自驾之旅有个地点一定要来拜访，那就是朝圣之路的终点 Santiago de Compostela。 这条饶富宗教意义的朝圣之路，随着时间的演变，后来成为全世界旅人不远千里前来行走的一条路。然而这条朝圣之路已不再是必须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完成的挑战，现在的朝圣之路沿途有许多住宿、餐厅，甚至还有骑马、搭车、行李托运的服务。开车自驾来到朝圣之路的终点，当然也有我们的旅行故事啊。离开美丽的葡萄牙小镇波多，今天的目的地是要前往朝圣之路的终点 Santiago de Compostela。背包，登山背包，我就知道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朝圣者的终点——圣地亚哥主座教堂。你那个是自拍棒啊！拜托你很丢人现眼，你给我收起来，你收起来。他们很感动。我们从马德里开过来也可以感动一下吗？有好感动。从马德里，对，我们是马德里过来。自我对话之旅。你是自我对话之旅吗？对，因为我开车，你都在睡觉，所以我只能自我对话。来到这里，生命的意义。孤独的完成这一趟旅程，然后带着自拍棒完成老婆喜欢拍照的心愿。史上第一个穿洋装走朝圣之路的就是这一位。哇，到了圣地亚哥主座教堂，请问心得如何啊？一路上睡得蛮饱的。你从哪边来的？我从马德里塞维亚，葡萄牙南部的海滩。对，然后在里斯本波多，然后到这里。对，有朝圣的感觉了没？睡得很辛苦哈。睡得很饱。有。抬起来了，娘啊！感动的一刻。在圣地亚哥教堂这边，就是可以常常看到这一幕吧。大家很开心，彼此都完成了这趟朝圣之旅。这个就是朝圣者达标的标志。这座教堂的广场啊，气氛很不一样，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尽情的做自己，享受这座教堂带来的宁静，很祥和。在一般的教堂会这样做的都是街友，在这边每个人都可以像街友一样的自在。对呀、啊，很棒哈、哦。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氛围。很多感动的画面，它有一个证书，这是人生最特别的一刻，每个人都很享受在这里的感觉。躺着、坐着、思考着、聊天、拥抱，或者是睡觉。来，要回归到现实生活。该上班还是要上班。好无聊，不要，我要转走了。油盐酱醋，我要。真的很替他们开心哎！哇，永恒的回忆，最美丽的一刻。恭喜你们！
你只是自驾者而已。走完朝圣之路了，啊，我们是走完然后换装的，对。那这是它的侧门，然后都是朝圣者在这边漫步。那边一家小店，我们走进去逛逛吧，走。没有开车的，嗯，对啊，没有开车的，我有拿自拍棒啊，只有骑脚踏车，然后登山手杖，还有那个都是没有开车的，不用买。那给你买这个公里数，你开车的公里数多少？这个1006.2公里有吗？这个不止，不止吗？对，哇，那这些公里数它太短了。哎，那你很厉害，你开车可以开那么久。对啊。那这边呢？也是没有你的公里数。嗯。你算一下，算你的公里数，那我帮你买相加的嘛，加起来开车的公里数，好吗？好。圣地牙哥主座教堂广场对面有免费的厕所，离开前记得要先去上一下哦。啊，自驾就可以逛大卖场就对了。当做美国了，看到大卖场就一定要钻进来。这位先生，你是说要进来买早餐？对啦，来特利屋买早餐。这边怎么买早餐呢，啊？你这样笑死人了。你喝这个好了，你喝这个好了。对，你看看这个西班牙胶带多少钱？哎，很贵呀，4.15欧，交代4.15欧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看贝斯特雷角小镇上面的 supermarket， 哇 supermarket， 哇，两只好的，这个樱桃才1.89欧，嗯，有卖面包，有卖面包，这边小镇上面的面包，嗯。看看要买什么？酒好便宜，1.90欧，是怎么回事？然后这边还有1.53欧，这样一罐，一罐多少？50块，40几块台币，是不是？1.59欧的红酒，夸张了啦！到了，这是我们在菲斯特雷角附近的海边民宿啊，是海耶！我们今天住海边，这是一间有餐厅，然后有住宿的一个民宿，哇，好棒，我好喜欢，我好喜欢哦！好，赶快去 check in。这是我们民宿的大门，海边民宿哦。我们先看海了，先看。嘿嘿，你看，不是说要先看房间，忍不住就是要看我们的海景。哇，好美哦！居然有帆船呢。你看，那个海滩好干净哦，然后有小朋友在上面。你看，为什么是小朋友，不是比妹？跑来跑去，好可爱呀！哦，都是小朋友。漂亮的沙滩哦。有哎。有，那边有比妹，这就是我们门口，我们房间门口的沙滩。等一下，赶快吃完饭，赶快去。嗯，好，赶快去沙滩玩。好，那我们去看房间。房间。对。真的是太棒了。刚刚还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定格呢？原来是民宿主人送餐到我们房间来啦。啊，就这样子，这么快。我快饿昏了，然后他很快5分钟就帮我们准备了这个餐点。那我们先吃完再介绍房间好了。先吃，太棒了，这个主人真的太贴心了。对，赶快，先看海景，然后吃。嗯嗯，啊，好香，快点。好，坐下来，享用。
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快饿死，快点！哇，太棒了，吃饱甘愿。好啦，走，我们进去房间看看。我们的房间。对，竟然到民宿是先吃东西。对呀、啊，简直想说我们两个饿死鬼。海边民宿，我们的房间，这就是我们的窗景。对，然后这边有沙发，有小沙发，冰箱，很大的冰箱。冰箱。对。然后电视梳妆台，很大的双人床，哇，有，哇，来，浴室它是分离的，大间的浴室很干净，不错，很干净，很好，很棒耶。然后大衣橱、大衣橱，很舒服的空间耶，我们还可以这样子躺着就可以看大海。对呀，从这边看就是大海，有，太好了啊，太棒了。这样子就是我们自驾才有办法来到像这样的地方，海边这样子住海景的套房。好，下一次享受那个户外空间看看。走，那边有一艘船呢。哇，好舒服的感觉哦！餐厅的造景里面有一艘这样的船。户外的餐厅。有哇，在这边用餐多棒啊！可惜他们今天餐厅休息，但主人还是很 nice 的，帮我们准备了餐点，让我们不会饿肚子。海边耶，好棒哦！到了，就是那里，朝圣者的最后目标——菲斯特雷角。开车的啦。去吧！哎，来干嘛？来朝圣，看别人朝圣。西班牙朝圣之路的最终尽头——菲斯特雷角。菲斯特雷源自拉丁语，意为世界的尽头。以前的朝圣者走完朝圣之路后，会在这里焚烧徒步时所穿的衣服，并留下靴子，迎接崭新的人生。1000多年来，朝圣者在抵达圣地亚哥主座教堂后，对于一小部分的人来说，这段旅程还没有结束。朝圣者会从圣城再往西前进，行走将近90公里，前往菲斯特雷角，完成最终的朝圣之旅。就是那双鞋，朝圣者脱下他的靴子。你开车来的，你跟人家穿什么那个登山鞋？哈，你开车的。这位朝圣者，你经历了千辛万苦，终于从马德里自驾到菲斯特雷角太阳门广场哦，从那里开始的吗？对，朝圣之路的起点。那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有关于这一路上的心路历程吗？有啊，开车要从太阳门广场出发，然后到终点，这中间要怎么加油都不知道。有些加油站你要先付钱才能加，有些是加完油再去付钱，有些还要去房子里面付完钱再出来加，还有在机台上付钱的，什么都有。那我有听说有一位天使救了你，那你可以描述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吗？就长得很漂亮的天使。那一次好像是你连加油都搞不清楚要怎么吃自助加油，所以天使解救了你，对吗？没有这种事。都不承认。对，好吧，那我们谈一谈有关于那个过路费的问题好了。过路费，西班牙它的过路费就是你都要靠最右边，那时候中间就把所有的车挡在后面，然后后面的车扒你的时候，站务人员就会跑来解救你。那个
那个巴尼其实是他在提醒你，你走错了。没有，他在骂笨。没有，他是提醒你，你走错了。然后葡萄牙也是，葡萄牙你就是要去最右边抽票，然后付费的。你要是自己去走那种 ETC， 就等着收罚单吧。有啦，可以事后再去网络上去查询再补缴。那目前的话，你这样子自驾行驶大概几公里的路程呢？应该快要3000公里。那这一路上，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？有钱不少，过路费也不少。然后你最想要感激的人是谁呢？最想要感激就是我自己。怎么可以把车开得这么好？这么好玩？有啦，还有我身边的那一位一直在睡觉的，都不会吵我。他的朝圣之旅最辛苦，一直要睡，一直要睡。所以你最感谢他。对对，让我享受这孤独的朝圣之旅。原来这一趟自驾旅程的话，对你来讲也是一种心灵的对话，对吗？对，嗯。一路上从马德里到波多，到朝圣的终点，嗯，感触很多，嗯。哇，这是一趟了不起的心灵之旅啊！菲斯克雷讲。你自驾，你跟人家来这里干嘛？预言，下次我们家用走的了，法国之路。什么法国之路？不要啦！先来见识一下，下次走一个月。你那个鞋子都丢一堆在那里，后面那边那边有，这边也有，到处都有。你也丢，你先丢一场。你连着光着脚走。走吧，走吧，好，拜拜。好，你就这样走吧，拜拜，拜拜。